这是跟随我的人啊，执法大队的，哪派来的不说啊，别扭头，扭过来，扭过来。这是居委会的，我认识小女生。今天是2021年2月28日，我一出楼，他们蹲堵在车里的人就下来了，跟随我。我在2020年10月29号的时候，就被他们挟持到一辆车上，把我打伤，不明人员雇的黑恶势力把我打伤，造成我骨折错位。现在他们仍然违背党中央指示精神、公安部的规定，尾随我。我请求大家关注我的人身安全，希望上级领导能看一下。我是天津公民张文燕，我的电话是150-221-04654，我隶属于建昌道街。因为我举报他们始终对我打击报复，使用残忍的手段迫害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，希望大家关注我，希望上级领导看到这个视频之后予以严查。